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，我是李牧阳。美中贸易战再度升级，中国官媒一窝蜂地高喊奉陪到底，要打一场人民战争。央视男主持人在新闻联播中还慷慨激昂说，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不过就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道坎儿，没什么大不了。我们看中共官媒的这个语气，那看上去很坚决，也好像是故意在轻描淡写。但是大家都知道，打贸易战需要的是经济实力，那现实情况怎么样呢？5月15号，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上个月的主要经济指标，从数据上来看，经济下行的压力是明显增加，三驾马车都低于预估中值。那经济状况这么糟，北京要奉陪到底的这个底气是从哪儿来呢？中共官方数据显示呢，1到4月份啊，固定资产投资是155747亿人民币，按年增长了6.1%，这个数字比前三个月出现了大幅回落。我们知道前三个月，不含民间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是6.3%，1到2月份，同比增长是6.1%。按月份来看，4月份的资产投资增长是0.45%，这个数值远低于经济学家的预估。华尔街日报根据12位经济学家的分析，预计是4月份固定资产投入在6.4%左右。那根据以前的这个数据来看，前三年这项指标也是在连续走低。2016年和2017年分别增长了8.1%和7.2%，去年只有5.9%，三年的数据都低于预期。特别去年还经历了一次触底，1到8月份，这8个月只有5.3%，是有记录数据以来的一个最低值。那今年中共政府干脆没有给这项指标的增长设定目标。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回幅呢，那落幅就更大了，比前三个月回落了0.9%，更低于预期。前四个月民间投资总额是93103亿元。按年增加只有5.5%。再来看4月份的工业增加值情况，上个月呢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了5.4%，跟去年11月的水平是相当的。什么是规模以上呢？指的就是那些主营业务年收入在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。5.4%，比预期的6.5%低了1.1%。比3月份更是大幅回落了0.31%。香港经济日报认为，这反映出实体经济疲软，经济企稳不稳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幅度那也不如市场预期。经济学家们认为，4月份预估中值是8.8%，可是实际只增长了7.2%，与3月的零售总额相比，大幅回落了1.5%，比1、2月份合并公布的那个数据回落了1%。也就是说，这各项数据说明中共的三驾马车动力都明显不足了，都是低于预期。那这样的经济状况，北京却高喊着打贸易战奉陪到底，打人民战争。华尔街日报认为，中共是针对华盛顿的这个尖锐批评，用加大言论攻势的方法来激发民族主义的情绪。但是高声嚷嚷激发民族主义就能跟美国打贸易战吗？美国有3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，相当于每天都有10亿美元。真的贸易战全面开打，以目前中国的这个经济状况，中共能硬扛多久呢？美国高地智库研究员秦伟平表示，贸易战对中共来说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，对中国出口可能是致命性的打击，对它的外汇储备也有很大打击，这都会进一步影响中国经济，甚至引发社会问题。大家知道，中国产品有一个特点，它有很高的可替代性。美国可以不买中国货，从其他国家进口同类的产品，可是中国就不一样了。美国有很多的商品是别人没有办法取代的，中共必须从美国进口。另外，大家知道美元这是世界货币，真正的硬通货。那中共当然也需要用美元才能进口粮食和能源等等这些基础物资。如果一旦失去了对美贸易顺差，中国经济还能照常运转吗？中国社会还会只有一种声音吗？
大陆律师张凯发帖表示说，有些人啊根本不知道贸易战意味着什么，也跟着像打了鸡血一样的说奉陪到底。他说中国产品大多是低端产品，像衬衣纽扣之类的，美国加征关税，中国产品马上就卖不出去。他说这个直接后果就是大量企业倒闭，工人失业。那失业了必然就会大量返乡，房子就租不出去，房子租不出去房价就会跌，那么银行就可能破产。而为了防止银行破产，中共很可能继续降准印钱，然后就是继续通货膨胀，人民币贬值，这就会使更多的企业破产，更多的人失业，如此循环往复，恶性循环。其实这些现象我们知道早就出现了，只不过中共呢就是一直在捂着，不许媒体报道，不许人们议论。那么美国真的像中共官媒所说的那么霸凌，害怕中共强大吗？张凯指出，美国为啥不怕日本、韩国、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强大呢？是因为中共不遵守文明社会的基本规则，中共强大了那就太可怕了。他说朝鲜有核武器可不可怕，中共是同样的道理。有网友表示说，什么叫不计一切代价？不就是拿老百姓当炮灰吗？14亿百姓就是当局的代价。大陆政治学者庄月对自由亚洲表示，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没有仇恨，官媒却大肆宣传要打一场人民战争，那这恰好就是反映出中共利益集团卑鄙的一面。他们不惜裹挟和绑架中国人民，只是为了维持他们的核心利益，也就是独裁统治的利益。庄月认为，北京当局把中国人民卷入到这场贸易冲突，说到底就是维护自己的特权利益。他指出，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核心利益完全不是一个概念。中共所称的这个国家核心利益，指的就是那些维持特权团伙，就是中共这种敲骨吸髓的政策。好的，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，再会。